回大家，我们又来吃饭喽。今天吃猪心，给小猫小狗分一下。我称了下乳鸽挺小一只的，所以剩下也给狗狗吃掉。鸭小胸，广东的天气实在太莫名其妙了，今天要解冻4小时，明天可能解冻6小时，所以鸭小胸还是太硬了，我给它们切一下。小猫就不吃鸭胸了，因为猪柳蛋特别爱吃乳鸽，今天给它俩多解冻了一只。给小猫分一下，小鸟也是很适合小猫的骨骼哟。顺手给猪柳蛋分了一样的量，差点给它吃成增肥餐。半只乳鸽的骨骼量对它俩不太够，再加个鸭翅。西兰花芽苗本来是估摸着它们俩的量做的，可以在坏掉之前吃完，但是它在盒子里越长越多。狗狗一天到晚吃那么多蔬菜还便秘，给它整个火龙果吃吃。我又买到不好吃的水果喽，放了10几天了都不熟，还好小狗不挑，谢谢小狗。小鱼干，梅粉，肠胃的草药，美味饭饭制作完成。